成勛宋枝恩否认相恋，称只是同事关系。BND 新闻讯，韩国演员成勛和歌手宋枝恩于八日被曝正在相恋，成勛方面随后出面予以否认。据某媒体八日的报道，成勛和宋枝恩在合作 OCN 电视剧《交集》的罗曼史后互生好感，正在美好交往中。还有消息称成勛所属社有意与宋枝恩签约。对此，成勛方面向媒体回应表示，成勛和宋枝恩的恋爱传闻不是事实，两人只是关系要好的同事，不是恋人关系。关于与宋枝恩签约一事，成勛所属社也予以了否认，称公司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，并没有与宋枝恩进行过接触。另外，成勛和宋枝恩去年合作出演了 OCN 电视剧《交集》的罗曼史，获得了观众喜爱。王荣文 BNT 新闻 DB 图。